哎呦，我这小王八，我得耗耗他去啊！死都死不了啊，问题不大。哎，哎，20块。跟我耗血，玩个莫甘娜跟我鱿鱼耗血，我耗死你！简单的几何学，二级学个 E， 噜噜噜噜噜噜，哦呀，真没耗到。走到耗血走位走，算了，回家了，小豪毛回家了，我们也回家。先来个杀人剂，完了，摁错了。啊，对，这个样子啊。杀人剂，血瓶，加针眼。鱿鱼拿多点银头其实是没事的啊。W， 给你个 Q， 给你个 W， 要卡了，我靠 ，Q 一下，这就是我的能力。Hello。我看这玩意儿的几何怎么能打得着？哎，可以。打了个真实伤害啊，还可以。这卡塔让我耗的已经没人样了。
点 W Q 主 Q。一台 Q， 你这都不敢杀 A W， 你在干嘛呀你呀？你说啊，你说你在干嘛？我这你说要你有什么用，兄弟？他万管那些你都不敢上去杀他，收一下一台，那吃屎你都赶不上热乎的。想想这鱿鱼出什么啊？鱿鱼，蓝莲汉的苦楚，一下骂了仨人，怎么骂谁了？好补，兄弟，你这都被看见了。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，再其他的我可帮不了你了。这小黄毛大给你放的呀，这王八干啥来了？作死来了？你干啥来了？啥意思啊？你跟我比射程？你跟我玩？哎呦我这路走也可以啊！这路走也可以，我们不能再这样子走下去啊！我们从后边走。好，没视野，来上上上上上上上，可以上。哎，打不溜，你也得死，我跟你说。哎，这露露有点厉害啊。快点推塔，来来来，速度！五个人头的露露是怎么打的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蓝枪能被露露杀成这个样子。一走位，打不了，抽。滋啦！为什么法术免疫啊？我这不法术伤害吗？哟，这怎么给我打着了？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！技能有点歪啊。
刚才他贴我脸，我都没把他杀了。哎呀，这有点难看。全自盾上了，不是？正常来讲，应该我大招把他盾给打没了呀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为什么盾没破呀？喂，你是个屁，你有精神病是不是？给我打电话了啊、哦。莫卡拉血好多呀！抽打不灵，一滋啦！哎呦，我这虚区，后边。400块。还行，哎，才400块钱吗？他 answer double 才400块钱呀、啊！哎呀，他这猪没血，来一个蓝莲汉的苦楚。这把呀，我们不出法川海，我们出水银海。这是干嘛呢？这是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。这蓝枪让石头人打成这个样子吗？哎呦，我还平 A 呢，人家给你点烟了，你还在这 A 呢。哎个屁吧，这蓝枪！上来来了一句：“上幻中。”一句话换不换？换完以后你给我打成这个犊子样！把中塔赶紧拔了。不过这鱿鱼伤害是真高啊，这鱿鱼。帮蜘蛛打一下小龙，然后把这卡莎杀了。开局豪言壮语，中期胡言乱语，后期沉默不语。你真是提到点子上了，兄弟。这鱿鱼这英雄太猛了，来中路。我觉得只要我后边没有人杀我，我是无敌的。滋啦！想跑，有点意思。我这伤害太恐怖了，你知道吗？这鱿鱼，维克兹，走中推，先在右边插个眼来。
我就不信这露露敢从这边过来。扣 W 自以为自己走位很好是吧？嗯，扣石头人是吧？哎我天，你说你有伤害吗？你要杀我哟？谁的点烟？我莫干辣的点烟，这我没想到啊，这波确实是狂妄了啊。这个样子啊，咱来一个女妖，哎，天哪！哎呦，哎呦！有点厉害啊！我们家战神来了。这露露要干嘛？打半丁，再打半丁，再扣，滋啦！你喜欢出头是吧？我打爆你的龟头！你喜欢出头是吧？喜欢做出头鸟？这家伙啊，又给我点烟了。石头人挺难受，来个女妖。我觉得这小黄毛不一定能死。太菜了！我们这个出完以后，就没有人能杀得了我们了。接下来就可以肆意妄为了，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可笑，这就是战神吗？简直是可笑。我觉得在这等应该能等到人，尤其是露露，在这等他一波。这个露露啊，非常喜欢装啊，对自己的走位啊非常的自信，知道吧？就在这等他，看他过不过来打。你对自己的走位很自信是吧？啊，是不是很自信啊？这王八干啥呢？这王八，这王八有这么不怕死吗？啊，这王八，干啥呢？王八，啥意思啊？王八。这还跟我俩走位，简单的一个小抠，打不溜接个抠，打不溜接个抠。打不溜接个扣，
这卡莎啥意思？我好想支了他们呀，但是我又觉得这莫甘娜配不上我这一个支了。这石头人可能配得上，但是又不用支了，又能死。你说我支了他干什么？是不是？我就不支了他了。支了都。